而且现在都没防护线，还有那人也摔了就差死去了。这条路边当日做工程，对面代表老细员是相当烦恼。北电信二路自去年十月份开始施作人行步道工程，原本是伫今年二月底就应该完工啊。包厢口伫拖到即马，拢也未做好，更了面的是，扩卡挖了真侪坑，却只有铁棒提供予民众来处理使用，安全性堪忧。不但无把沿路的公安做好以外，造成附近的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啦、啊。落去不是嘛，人接触到啊。哇，惊哦！哎，我倒要过到马用，卡了大下，大下不唔敢过啊。安尼定啊。唔，那是一般住户会烦恼处理不便的安全问题，对着一个店家来讲更加无方便。可卡被围了一条长长的沟啊，更紧滑落，包厢就放一块板啊，互人行过。佮加上时间的时间过长，土粉满天飞，影响着小食店的业者做生意。很不方便啊，因为你安尼人客要过来食饭。走路也不方便，有时候还走摔倒下来，摔倒下来是什么会造成说伊会对我们店主说啊，恁这不方便，人也是不爱来吃啊。做工地弄个大细声哦，真吵，很吵啊，营业灰尘真多啊。感觉这个会掉。为了时间安全，社区内底嘛用铁铛扎起来。不过这片铁铛就简单用钉啊固定伫裤脚，真容易歹去，根本发挥袂着保护作用。地方透过民意代表来反映，嘛无得到包厢正面的回应。希望有关单位会当加强监督。我想建请我们埔里镇公所在监督的方面能够要求我们所有包商能够注重我们。大城里以及这里出入的居民的安全的设施哈，来做一个着想跟考量。我是希望讲吼，咱的南投县政府有法都尽量作为啦，有在的罚款也是安怎吼，尽量搞，咱这安顺。营造吼来处分。新义路是玻璃顶主要连外道路，车辆来往是相当的多。居民除了希望包厢，要注意到时间安全问题，工程的进度嘛唔通阁拖落去，影响里面的生活。记者家己采访报道。